究竟林鄭月娥做咗幾多份施政報告？我哋數下佢，數下佢。佢係2016年7月1日上任嘅，係咪啊？嗯。2016年10月第一份，17、18、19、20、21已唔係喎，佢2017年，2017年上任，2016年選啫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，佢做咗5份，5份入邊竟然有4份係史上最撚低嘅5份報告入邊，佢有4份係佢。另外一份我相信係啊梁振英㗎啦，唔會係啊曾蔭權同董建華添，甚至乎應該係2014年咁樣嗰啲咧。